涛姐，我们的粉丝霹雳格罗格的粉丝催更了，想要姐姐跟我们一起来玩一下小游戏。进入的这款游戏就是说，姐姐看剧照，然后猜是你的哪个经典角色。开始了。Round one。第一个。我还挺多这种，我还挺多这种形象的，好几个呢。等一下，我看看这个道具。都要好好的吧，可能是吧，都要好好的。对，答对。第二个，这个也是比较好的，这个是也叫寻找。《芈月传》叫什么声？这《白蛇传》太简单了，根本就跑不到这里。这天猫布啊，师傅。那你准备找一个难一点的？这难点的吗？这傻子都。安迪嘛，马丁素嘛。每个角色自己有都深刻的记得清楚。越往下走，我们就越是这个是最近的，这个刘娥呀，大宋公祠，就在翻一个考古的，这个，请大家看一看哈。这是21年前呀，21年，这个是叫做杏子，这个叫外来媳妇，这个角色。学会表演，